天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的感觉了，你看，这发起来多开心啊！我们看，哦，乌梅汁，这个限量看起来就是乌梅汁，天哪，好明显哦！会不会？而且带点蜂蜜，甜甜的，是蜂蜜的那个味道，哇，好饱满哦，好圆润哦，嗯，你在说我哪里的破粉？你看中生培要怎样给它满？刚浅培中浅不给它满，有没有？冲中生培就是直接怎样？满满挑战什么？表面张力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看看有多张，姓张的就是有张力。哇，好立体哦，对不对？对。还可以在上面拉花。你看啊，差不多三分之一了，就给它再下去。油脂感厚的，超喜欢喝这个。你看，整个给它表面张力给它张下去，这样是不是三次四次就可以下班了？不用那么冲五次啊？对，那时间比较快，已经四百了，流速特别快。是，你看呢、啊？这一次很无敌啊！我们刚刚是先喝浅焙。